有时候当客服也挺无助的，身高175，体重130，穿多大鞋码？这谁知道？顾客，先别发货，我先考虑考虑。亲，您没拍，要求赔偿北京三环的4个月。昨天吃了菌子，看到一个颜色特别漂亮，哪种颜色？家里还有点剩下的菌子，我给你寄过去，你吃了按那个颜色来。亲，我不知道我们吃过跟您看到的颜色一不一样呢。卖酒的客人写差评说喝多了头晕想吐，